板桥这间油库口俄阿米苏啊，生意为什么会这么好呢？非常特别的是哦，店里头除了面线，还搭配了特制的烤香肠，一口香肠，一口面线，也让油库口面线每天热销近千万。一口面线，一口香肠，这里就是号称每天可以卖出上千碗的油库口俄阿米苏。来，下一位先生，请下几碗？九碗要辣吗？排队人潮几乎没有断过。来这里要吃的可不是只有面线哦。俄阿面线搭配香肠啊，一套这样就 OK 了。烤得油亮的香肠把里头的高粱酒香气全给逼了出来，搭配饱满肥美的东石鹅啊，还有特殊处理过的大肠，简单一碗让小店永远高朋满座。汤头好，点鹅啊大粒吧，手工它就是比较 Q， 久煮不烂这样子。就六个字，新鲜料好实在。老板本来是做手工面线，因缘际会顶下这个小面线摊，因为就在板桥中油石油槽旁边，所以起名叫油库口。口味独特，料好实在，面线每天可以热销上千碗。不过也因为树大招风，引来其他人觊觎，两个月来已经被砸两次，店家现在也只能加装监视器自保了。明日新闻综合报道。